首创的台东野营生活节8月17号上午在活水湖进行启动记者会，提倡轻旅行绿生活，希望参与的民众享受最亲近大自然的慢活旅行。活动共计分为6个场次，分别在太马里三河海滨公园、都兰达卢岸部落、长滨穆勒诺斯部落、海端乡布农文物馆、大武鲁加卡斯部落等进行两天一夜的行程，有野菜采集及烹煮、森林步道认识植物、制作精油香皂、环保餐具、草海盐以及沙滩上萤曙光等特别的体验游程，民众可以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体验台东之美。活动前2000名报名者可享优待费用1980元，额满后恢复原价每人3580元。想要报名的民众可以到台东野营生活节网站查询。实习记者许新展采访，古盛典摄影，